来看一下这个边牧哈，哎呀，被狗主人给拴起来了哈。这只是个得有四五个月了吧？我问问这个老板，这是公的母的？母的。多少钱？800。几个月了？咬人吗？不咬人哈，不咬人的，要比较温顺的哈，挺温顺的，牙齿看看，嗯，得有五个月左右了哈。还能少呗？不能少了，疫苗打齐了是吧？五个月的狗狗哈，疫苗肯定是做齐了。你打狂犬了吧？狂犬打狂犬疫苗了吗？狂犬疫苗没打。哟，这是你的马犬是吧？这马犬咋卖的？马犬5张哈。哎呀哎呀，没事啊，狗狗在一起打着玩很正常啊。小马犬，哎，看看。500的马犬哈，这不属于爆红马犬。我问这个老板，老板，这属于爆红马犬吗？不属于。不属于。偏红的一种。偏红的一种标准的马犬。500块钱卖着。别放里边呀，别放里边。看一下这整体啊。呀，不错啊，这几个马犬耳朵都立起来了，自然立起来。这有多少天了？两个月。打几针疫苗？打了2次疫苗。驱虫呢？驱虫3次了啊。这里面笼子里面还有一只啊。欢迎各位老铁家族见。你的马犬最少多少钱？得让点钱啊。马犬让点钱，让点钱有想要的，诚心想要的，50块钱，让多少？让50。300完事了呗？啊，300。五六个月的。你看他的马犬，这个大哥他家以前是专养马犬的，你看，马犬确实不错啊，这个体型，这个体格子都不错啊，整体结构都可以，这个可能在里面是最软腻的一个。看着软绵绵的哈，不如那两条好。你看这条多好，这个马犬多好，确实好看哈。哎，400行吧？行，也可以。400行吧？40也可以。欢迎老铁家里面。有打款的，你400卖不？你400卖，我怎么给你？我看把你卖出去不？你400卖不？400，他肯定也卖着不？他现在说不卖，只是现在人多，等我自己一个人给他盘的时候，他肯定400块钱会卖的，知道不？这个狗狗确实品相好，这个腿比较，你有的狗狗你一摸起来软绵绵的，这个狗一摸感觉比较肉比较实在，知道不？看，它这个边牧是800，五个月了母的哈，这个是400啊，他家还有小德牧啊，这个你叫啥叫？啊，这是博美，出来，你敢出来不？这是几个月呀，老板？啊，几个月？也5个月了。啥价了呀？啥？啊？12张。疫苗做齐了啊，这个也5个月了，我看，差不多啊，也有4、5个月啊，毛量挺大的啊，小体博美，还能少吗？这个？这尴尬期了哈，还能少吗？这个啊，说11张吧，让我给你800行不？让他地上跑一跑，毛量挺可以的哈。行不？800行不？不行。公的母的没看嘞，公的哈，这样的是保证能养活了哈，没啥问题，疫苗都打齐了哈，月份大就好养。来走2步啊，这个博美就是爱叫，刚才它的叫声把我引过来了哈，本来想看那个马犬来哈，确实好，这个毛量可以，小体的就长这么大了，现在我掂一下哈，大概也就3斤左右吧，看着毛量挺大，其实挺轻的哈，长不大的小博美哈，最少多少钱老板？你别抵1000一下能拉不？1000一下能拉不？关键越喂越大越难卖，知道吧？好养，我知道好养了，越喂越大越难卖。过一干旱期更漂亮。它得再过1-2个月之后，把身上的毛换完之后就特别漂亮了。再给它吃点好的，这个眼睛这里的裂痕没有了，就漂亮很了。行吧，这个
你给你加50、800不行吗？有要的我再帮你卖。那你说最少多少钱？你不能要太贵了。哎呀，我都让完一张了都。让一张，你人家都一张三四张。他家还有猫咪哈，你看这个博美真的不错，毛量大了，好养活了。谁买走这只博美的话，就是包养活。最少多少钱？你说吧，让一口行不？我死大了。就1000，最少1000了哈。你行行行，那边还有边牧的哈，咱就不过去了哈。咱今天就到这里吧哈，这边还有卖拉巴多的哈，这两条拉也不错啊，来关注一下吧，关注一下啊。